1.1 嘞，二十，他的这个二是发生什么事？20 ，OK。哦，他在篡改资讯，水上水下，哦，不是啊，那重点是如果在水上，怎么会有藻礁上面有鱼？因为鱼是在搁浅，是不是？所以它就是会形成一块一块的石、哦，然后退潮的时候鱼就死掉了。不会啊，鱼他们很。跟着海潮，那应该会有很多鱼的尸体、啊。不是有那种搁浅，那个是什么什么石户那个，不是就是专门是用这个石头堆起来然后抓鱼吗？所以上面，所以藻礁上面就会有很多鱼的尸体，因为他们来不及游出去，是不是？藻礁。